还是猪啊？走吧。一次定生死。真的。待会用拖延战术，慢慢一枪一枪打。啊、哦。哎、欸，有人，有人。很远吗？我、啊、靠，是火人在跑。只有我有重冠跟那个，先切一下闪断。跑进这里会被射。我帮我打掉哦。右前方，那什么声音？奇怪的枪，感觉是高速弹。看不到，好黑哦！火的关系，奇怪的声音。我觉得我要在后面放陷阱，怕有人可以放，有人 gank。我这边放一组那个燃烧陷阱。后面好像有人哦。有。我在头上。好。我觉得待会决胜点可能就是他们拿王的赏金的时候，要开始入考。我这边看不到，双冠，我丢了。这片火会烧很久。走到，扫掉。右侧，对，都在右侧，两只。头上有人吗？头上我没扫。你再扫一次。往左撞。对，一上一下。我烧掉，我烧掉喽！快，你要爆 ！Gosh！Hurry up. Okay.
现在都没弹了。哎、欸，好，我顶，我顶。好了好了，插个线，好。一只在上面，他一只拉上去了。只有一只吗？对。找到两个了呀。嗯。我把它洗掉、哦。好。手枪楼梯。刚刚又上了。这是另外一组，我怕这个是 solo。特弹我没有带，我找一下里面有没有箱子。是说这个佩里玛也很有效，因为都近距离了，血就不够了。没有没有，他打的时候血就不够了。几箱？他那个中一招嘛，扣五支血，然后接下来立马打一箱就倒了。嗯。我在那尸体上面插一组燃烧的哦。可以。门关着。真的是没弹。看一下地上有没有弹药箱啊？这是压网，可以找一下。看到一个，好像没有，没有什么。来，因为弹药箱你带。被炸坏了。嗯。这里有陷阱哦。现在可以打了。好。四秒，你要几秒？三秒。少一次上去跟他怼吗？可以啊。那你不说两次？正头顶。那不能走这边，这边他这样开，他应该会听到。撤回来就拉一下铁门就放了。有陷阱。试一下。好。少这一次我就上去了。好，架左后方。我放一颗炸药到中了。好，我走。外面他们可能在外面。楼上看一下。帮我扫吗？嗯，扫。这里中塔上面两只。打中。你上一下，就在这里。很不了。打上次有没有爆头，他一定会，他会蹲那个。你不是带背夹弹穿不过去。
剩一秒你可以丢吗？两秒。不油。不油。对啊，去。这样怎么打呢？没有东西可以炸了。奇怪了，刚刚那个应该丢进去应该能炸到啊。不穿大战，我穿不过去。嗯，后面有鸭，等一下哦，我找一下哦。嗯，没有啊，就只有他们两只而已啊。我只剩一颗闪光弹，但是那没办法致死。在第二层，但是你刚刚炸弹都没有中。对啊，不然就是我丢太出去。是很清楚它的构造，不然就赌这一次嘛，反正也不丢白不丢。等一下，小子弹穿不了那个蒲公板吗？恐怕不行，很难啦。他应该是快没血了，那吃我那一发至少也扣了50卡。总之你甩开他吧。可是我闪的时候他一定会往灌啊那个。那你就闪了。闪到了，有。打中他，重型手枪，动作。我吃药。有。好了。他在外面，他不在里面，所以找不到他了。嗯。要不要直接吃？等等，我那一发没有落死。扔进去了。阿杰，他中我一枪了。没关系，他会扣血。碎。他那个血继续跟我耗一定不够、啊。嗯。那就是最大上限就被砍掉了。你下来喽。我 cover 你。他在往下跳。进去，我死在哪里？一个在右边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这一层。黑色那个我不知道去哪。我在最上面。哦，我看到他。你被他打到吗？他在我头顶，我没办法打。对啊。我回血。他全部都在上面。双管闪。那是双管闪的样子。嗯，有一个是双管闪。只剩一个人啊，就只有他而已啊。他另外一个被我打死了。他死在哪？外面，你右边，外面台阶啊，他在跳下来台阶。啊、嗯？
我捡他的重击穿穿看哦。穿到了吗？打到了，他在我头上。搞，去正面耗。真是很搞。那也就不利嘛，他那个他头顶白白的。嗯。会看到他。你要重击吗？要。不是，有够难搞。外面那只是莫辛。报复行动。他把你打死过吗？啊！哦，好痛，好痛！这里有一只。找一圈，附近没人。啊？在我这一层，小心啊！直接跳会摔很凶啊！他往下看看不清楚呢，往上看是变白。但是我们刚刚举到我正90度，所以我刚好那时候他站在我头上，瞄不到他。会有仰角就对了。对啊。没有，你要从里面。这边你要从里面，不然就是要从外面一楼爬上来。我捡完了。这次你捡完了。啊，你也不要他的墨心。不要。我也没在用墨心。刚要是配全背甲的话，就把它穿烂了。但是我配的是一般弹，妈的！最好要配全背甲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。全背甲就变成远距离弹速真的有一点慢了。还好，反正你也没有真的打对面。好吧，下次配个全背甲。而且小子弹到远距离之后，它也是衰退啊。嗯。你配了杠杆，结果就是不会去打近战，你就用这个好用。嗯，背甲，来兵捡他的重左来敲。又回到 SPA， 没错。走，我觉得那一只最后被你喷死在外面那一只，它的血量大概应该已经顶多就剩50吧。嗯，把它血直接消没有这样。岩上产生器，大岩上，大岩上 ，Solo 王，谁是 Solo 王？第一个是 Solo， 那一只，第一只那一只啊。他一定完全没有想到灰会被我干走。